回家。努力，我讲过你们不要玩。回家。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直播深夜厨房。大家晚上好，晚上好。这次的深夜厨房是第212集啊，212，哇，我们的深夜厨房已经直播了很久了啊。第212集，来，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刚进来的朋友多多帮我们分享哦，按赞分享。今天我们要教的是水果果冻蛋糕，对 ，fruit jelly cake 啊。OK，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深夜厨房。大家晚上好。OK， 我等等他们。准备好，也等你们进来先。昨天维拉做红豆水，大家有没有吓到？以为是会红烧噻。你倒是维拉，维拉，维拉回来了。他今天做红豆水，什么事情啊？怎么把我当成神仙这样拜啊？神仙没有，是看你看你结婚吗、哎？但是有一个很窍门哦，红豆水啊，我们就发现到啊，红豆水，如果你用冷水，冷水去煮的话。它会很快，你有开麦吗？用热水去包的话呢，还要包久一点。奇怪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热水包也是，好像一样的是冬菇哦，冬菇你用冷水去蒸浸泡哦，而热水去浸泡啊，冷水浸泡的冬菇比较容易闷。是啊，对。哦，为什么会这样？可能那个红豆，因为热水下去，可能那个外衣啊，那个红豆就可能会有个。我不懂情况了，我这还搞不清楚。我们搅拌红豆水放一个汤匙下去啊，也是快熟啊。一个汤匙啊，不知道也是很多神奇的说法。OK， 好，来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我们今天要教做水果果冻蛋糕啊，对 ，fruit jelly cake。来，我们需要的材料有什么？食谱在这里。OK。哇，直接已经写好一个食谱给大家看了。跟我有分 A 跟 B。以后要写蓝色笔啊，对你用黑笔写比较好，不要用铅笔。Okay, 我们有 A 跟 B。A 是椰奶的。椰奶。对，我们用椰奶来做那个果冻。所以那个调味呢，它不会很甜。假如你好甜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个10g到15g 这样子。OK， 10到15g 吗 ？OK， 所、so, 以另外一个是我要放水果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透明的颜色，所以就没有椰奶啊，就是没有椰奶的。这个是有椰奶的，一个是没有椰奶的 version 啊。OK， 来给大家 print screen 一下我们的 recipe 华语的 version 啊，3、2、1。OK， 来英文版本的 recipe。OK， 我们有两个 version 啊 ，A 的是 with coconut milk，B 的是 without coconut milk but with the fruit。OK， 为什么你的英文版有一个华语的水？哎 ，Sorry。OK， 好。Water。来，谢谢婷文的50个欣赏，谢谢你。谢谢。Vera 越来越漂亮了。谢谢。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维拉去哪里了？去厕所。去厕所？去拿笔。啊，去拿笔。OK， 好来 ，water 啊，谢谢 K 串的50个欣赏， Thank、谢谢你， you, 谢谢。做水果呢，我是用罐头的水果。用罐头水果 ，OK，、因为我吃到水蜜桃的好吃，所以我就用水蜜桃。哇，水蜜桃！假如你要 fresh 的水果，你可以用芒果。这个就很甜呀。嗯，水蜜本身罐头就有那个糖水在。对，因为我的水，我想要用罐头的糖水来代替那个甜。哦。所以底下我会用到一点这个水啦。OK。还有就是龙眼。I love fruit jelly. Yes, 你可以学啊。OK， 我们水果你可以不要用罐头的话，你可以用蓝莓啊，蓝莓、芒果、strawberry 啊，草莓啊，就个人喜欢呐、啊。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粉。
OK， 首先我们最重要的两个主角就是 Konnyaku Jelly 粉跟 Aga Aga Powder， 两个 mix 起来，两个是不一样的。Konnyaku 是Jelly Powder 是吗？果冻粉啊。OK， Konnyaku Jelly， 然后 Aga Aga 就是腌菜粉。腌菜粉。菜燕粉还是燕菜粉？燕菜粉啊，燕菜粉啊。阿嘎嘎是阿嘎嘎的口感会比较脆一点，脆。嗯，然后果冻的话会比较软一点。OK， 谢谢 Selina 的75个欣赏，谢谢你。所以我们这两个要 mix 在一起，所以它才比较form 一点。OK， 可以。所以假如你找不到这样子的，你可以去supermarket 找一下。今天呢，说这个果冻蛋糕呢。啊，果冻蛋糕。维拉跟我讲很好吃，那就哎做到很美那种，所以大家要学哦。哦，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你刚才说什么？那都做到很美。你有吃过吗？完美吃，他说他感觉。你吃表弟啊？用这个，这两个也是啦。所以我吃了它。可是你空压固结力哦，你一定要买无糖的。无糖的啦，因为你他们有糖的话哦，它你拿来做的话，它不会 set。它比较慢 set 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够凝固，定型不够凝固啦。OK， 所以你是推荐大家买这个？对，这两个，假如你找不到烘焙店的话 ，OK， 如果你找不到 Vera 这种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容易买到啦。OK， 这个应该杂货店就有啦，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牌子，一个是 Konnyaku Jelly Powder， 跟一个是 Aga Aga Powder 啊。Aga Aga 你要买白色的，不要买到青色去的。有很多的哦，有别的颜色的啦。我真的买到过红色的吗？等下煮多出来是红色。颜色红色喽。是啊，就吓到了。色素粉的。所以买白色的啊。因为人家以为这个包装一样啊，只是它没有写 green or white， 然后没有写到颜色。然后我们要有的就是模具。对，模具的话，硬身的也是 OK。你是 plastic 的。我的是 plastic， 软一点。这个是六寸的，大概六寸啊，五寸六寸的。五到六寸的模型。做 jelly 的模。OK。假如你没有的话，不用紧，你可以用碗，没有这样美啦。你可以用有一点形chiffon 的那个也是可以蛋糕的啦，就是你烤蛋糕的模型啊，也是 OK， 硬的也是 OK。所以等一下我会教你怎样脱模啦。嗯 ，Instant Jelly Can use 不建议哦，因为它的调那个黑方不一样啊。OK， 我们是用这两个粉、啊。你一定要买的是这两个粉。Konnyaku Jelly Powder 跟 Aga Aga Jelly Powder。因为你的 Instant Jelly 可能是有调有放糖的，有调味。我也买过、啊，然后它的那个分量是跟我做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调味一定不一样。半点过它还是水。到底我做了什么？所以你一定要跟足啦。一定要买这两个 okay, 买这种原味的比较好的 original 的。你买了这种的话你可以做很多种造型。哦原来。那就是它的底来的。Okay. 所以你过后你要放别的口味，你可能要做斑斓啊。斑斓你就放斑斓汁下去哦来做那个味道。你有吃过最奇怪的阿嘎阿嘎或者是杰利，你还记得吗？最奇怪。口味啦最奇怪的。没有嘞，我很少吃到。我印象中最奇怪是，也不算奇怪啦，是我自己不能接受 Milo 的阿嘎阿嘎。我就想要讲这句，我没有吃过哎、欸，因为我们的妈妈很喜欢放 Milo 粉的。Milo 的感觉就很奇怪。还有 Nescafe 也放过，你知道吗？有 Nescafe 我还可以接受哎、欸。我觉得阿嘎阿嘎杰利就是要水果。没有 Milo 是早期是没很难找，因为可可粉。比较少见到的、对，那么中国从小喝到大嘞，我们就把梅洛来做咯。梅洛是以前是高级饮料、我没有吃过。来，有粉丝问可以看华语食谱吗？来，给你看一下，这个是华语的食谱，我们有两个 version， 一个是有椰奶的，这个就没有放水果咯，没有椰奶的就是要放水果的、OK， 来给大家看一下 ，green screen， 给你三秒，三。二一好，来英文的来也顺便一下，三二一 ，OK。来玩的也顺便一下。OK， 我们正式开始。哦、okay. ，我这个果冻的这个 A 的椰奶呢，我是会先做先，所以它会倒满。倒满的时候，我只是要取出一小部分啊，所以你那个是可以做两份的。什么意思倒满？
就是我会做一个浮现，但是你要做造型的话，会切掉中一些部分。哦哦，明白你意思了。OK， 好。我的你的 B 的 B 的那个 recipe 原来原来只有姐姐了解那个讲。OK， I put Milo agar. My children like it. Oh, my children different with me. Milo 口味很经典呢，好吃。我的印象中吃 Milo 口味就是被逼吃的。我也是不喜欢 Milo。我不知道怎样创，还有 Ribena 的我都吃过。Ribena 有没？我没有吃过这些你讲的。我只吃过水果跟 Milo。我吃过水果的，不同年代。我不喜欢吃是那个。粉状的芋头味的那个 jelly， 那种你每次去餐厅吃，他们会 free 你那个 jelly 的。那个我还可以接受。那个我不可以接受，太。你喝过阿华店吗？来一盒，阿华店，阿华店啊，阿华店以前是好像买了。公公他找你。OK， 嘿 ，Hello。假假，不要假假，进来录进啊。假假。OK， 来。表弟的腰背包我的。Your hand blocking camera， OK， 我注意到了，我拿掉了。太长了啦。OK， 所以我们倒入100克的椰奶跟600克的水。100克的椰奶跟600克的水啊，谢谢 Aaron Chen 的100个欣赏。谢谢。他欣赏下面 comment 写给棒棒的主播嘉伟。哇，谢谢你，谢谢、啊。这个钱就不能 claim 回去了哦。哎呀，哎。哎呀，可以 claim 就好了 ，OK。所以100克的椰奶跟600克的水，600 gram 的水啊，1:6啦，1:6，就是 recipe 上面有写的啦 ，OK。100克的椰奶跟600克的水，刚刚好，那你打的。OK。So 煮滚它吗？对，没有，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没有。我们，你不要太热倒进去，你要给它冷的时候倒进去，不然它很快融，它会一粒粒。OK， 现在我们要准备一茶匙的果冻粉，阿嘎阿嘎泡的。好，我们阿嘎阿嘎泡的说先啊，两茶匙半。两茶匙半的阿嘎阿嘎泡的啊。以前的人都是做梅洛菜盐腌菜，咖啡。你们现在是好命用水果。没有用水果不用紧，他们也是用好的 chocolate。好的 chocolate 啊，没有啦，我就对于 jelly 没有什么想要腌制啦。对，我 jelly 的印象就是吃水果口味的嘛，那放梅洛就会有奇怪的感觉。糖的话是80克，它也只是放糖而已，什么都没有。OK， 糖80克。哎，吃梅洛是高级的嘞，表弟那年代是放糖了。用糖而已对吗？糖有色素哦。还有色素也不错，很高级一下。色素也是蛮高级的。姐姐也瘦下来了，我姐姐瘦了肌肉啊。OK，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 stir 均匀。OK， 我们把阿嘎阿嘎还有那个果冻粉还有糖全部放好之后 stir 均匀啊。哎，又放糖水了，那个又糖水不是很甜？没有，这个是椰奶的，不一样。椰奶的就没有糖。用那个啦，这个是透明的。你叫我，我们在吗？也搭配音过。椰子菜叶很高啊，菜叶高、啊。这时候你就倒入进去，不要热了才倒入、啊。到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吃的建议就是龟苓膏，还没有滚的时候就倒进去啦，一起煮。OK， 煮到它热。600 ml water 不是60啊，是600 ml 不是60 ml 的 water 啊。我没有讲到60。没有，他问他要确认一下。OK， 再给你看一下 recipe。我们刚刚放了是100克的椰奶跟600克的水啊，然后80克的糖，一茶匙的果冻粉跟 2.5 茶匙的那个燕菜粉啊，搅拌了再倒进里面。 OK， 用英文也拍一下。 OK， 在英文再拍一下。 OK， 来来英文的 recipe， 华语的 recipe。OK， 来谢谢 Janice Hang 的100个欣赏。Thank you, thank you. 哇，谢谢你。谢谢。不，OK。只要有人在给欣赏，你要这样哦。哎，你没有看我干嘛？所以我是很好的组在一起的。你再加强，谢谢 Janice Hang 的欣赏。我吹我的小心，吹吹啥？哇，只有 Janice Hang 有这个服务诶，其他人也没有。每个我这是 for everyone 的，你不要这样子挑拨离间 ，OK？ OK， 又有来哦，谢谢 Fu Yuwei 的75个星。
我的工作就是在冲热气球啊。有人问维拉是讲减肥的啊？啊，维拉是讲减肥的，是接力减肥。我觉得你可以拍一个影片来介绍一下你讲减肥。他其实没有嘞，他其实不知道讲打你、啊，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最重要喝水喝很多，你看他喝讲的水，我跟你讲，我的水壶的。哇，一天要喝的分量。Stop. Good morning. 还跟你打招呼哦，这个水瓶还会跟你打招呼。OK， 九点就叫你喝水了，水一点 ，keep trying， 有没有？一点 ，drink more。哇，这水瓶很激励耶。我觉得这种压力耶，我看到这种水壶。这不，我要压力自己哦，就拿咖啡喝了。OK， 这个几 ml？一点，两公升，但是少一点啦，你要2000ml啊。你真的有喝完了吗？但是这个3个礼拜到现在没有啦，有了。对啊，减肥的第一要点就是水要喝多啊，喝足够。一 tablespoon 是 how many gram？ Five gram。Teaspoon 才是 five gram 是吗？他问 tablespoon， 我是 teaspoon， 我这里都是 teaspoon， 我没有用到 teaspoon。OK， 你应该看错啊，是 teaspoon 啊，不是 tablespoon 啊。没有 teaspoon 啊。teaspoon 的话是 five gram， 5 ml，teaspoon。OK， 茶匙 five gram 啊。如果你是 tablespoon 的话是，我建议你量这个粉的话呢，通常那个量不到的。说你要用茶匙，茶匙对，如果你没有茶匙，因为你倒那个粉哦，它粉太幼太轻啊，量不到，除非你很重，除非是量咖啡粉那种量。啊，如果没有的量，没有茶匙就买表弟的好主意的，对，表弟好主意的量匙量杯，可以长期用的，直接打广告。OK， 来，刚又有人问，冒泡了，我们就可以熄火了。冒泡了哦，如果煮到哦，你一直 stir 啦，要一直 stir， 不然还会有一粒粒，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 stir 到冒泡，我们就可以熄火，就是说它融进去了。好，现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就要过筛，过筛对啊，没有，我们要先倒入进去，我们不可以太大太烧倒，哦，会融掉啊，它不会融，它会起泡。你这个锅不是隔的这样小的，这个是做那个调酒的，那个都可以啦。Okay. 买回来就是要用啊，什么都可以用啊。因为这个为什么我选这个呢？因为它够用。它够用。来，我们现在要隔筛。哎呦，好幼哦，泡泡都可以隔出来啊，好棒哦。哦，这个还有两用哦，可以调酒，还可以做这个哦。那可以用很多东西的，我是常常用这个来做其他东西。因为它够幼，所以容易。而且它也 ，sorry， 颜值也比较好一点。容易收纳啦，不太大个。OK， 我们隔好了。看一下。还要再隔一轮是吗？对，因为它还有泡沫，我们就倒入进去。我们再隔多一轮。好香哦，椰奶味哦。对，那个椰奶的香气。还有泰国的感觉哦，仿佛在泰国。很像那个糯米饭跟芒果。有点像啊，但是这个没有很甜啊。你们可以用芒果啊，就很像啊。Whereby? Which one you mean? 你是讲这个量匙量杯吗？有。量匙量杯的话，表弟好主意有卖啊。私信我们啊。OK。或者你在那个 message 表，我要买量匙量杯，就有人会 message 你啊。你只要讲我要买表弟的什么，马上有人 message 你。好，我们这里有100个人准备要 message 我们的。不止100个。1000万个。啊 okay, ，The Black Tray， 他问这个东西在哪里买？啊，这里也是表弟他出去这里卖的。啊，我们是卖那个调酒的 set 里面有的。对，这个就是调酒的 set， 它在里面的。对 ，this one。对 ，this one。OK。下次可以教大家怎么用啊？你买回去了不用用钱，放着会很会教。OK， 来。可以说它里面有那种小泡泡，你就用汤匙这样给它弄掉。磨平，它就会拿掉。哦，用汤匙的表面啊。汤匙好好用啊。哪里买啊？哪里买？表弟好主意。OK， 嘉伟 ，How come the vegetarian playlist so little? I mean， 哦、oh, ，是啊，没有做工。那个他的直播的东西是，
OK OK， 我再帮你调整啊。好，还要多一点那个，因为我以为是那个精选，因为如果是你是讲表弟直播的 YouTube 平台是米奇在管的，那个没有我在管，可是我可以帮你弄啦哈，我再去看一下。OK， 你可以帮我洗那个锅吗？我等一下还要用到。Can show English recipe please？ 来 ，fruit jelly cake 啊 ，We have two version， one is with coconut milk， one is without coconut milk。OK， OK， 所以你这个煮好了哦，你就放去 freezer 给它 freeze 一个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啊。啊。假如你没有赶时间的话，你就放 chiller 给它一个半个小时。OK， 主要是要给它 set。OK， 好，来 ，How did 表弟 know the mushroom sister yesterday？ 你这样认识他们的？哦，我们一年半前已经见过面了。曾经我在一年多前有跟他们做过一个。怎么他们的名字叫 mushroom sister 呀？这样像 Mario 这样 ，mushroom brother。不过他们是优品啊，就是早期我有介绍他的。口角啊，所以我们认识一年多了嘛。啊、哦，已经认识一年多了的。OK。常常有。啊，来那个模型在哪里买？哦，烘焙店。烘焙店就有卖啦。嗯、OK。OK， 收你过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订好了。我有做一个 sample 啦，怕你们等。OK， 收它会出来是这样的汤，咚咚咚咚咚咚咚。OK， 硬硬的。So, 你将去膜哎，你就是。弄掉它，用手哦，先把它的表面撑出来先啊，对，给它拉拉拉一下，好像弄 chiffon cake 这样啊，然后你才弄出来。哦，跳出来了，一般的。啊、对，因为我已开做了一个 sample 了。哇，很漂亮嘞，这样子。So， 哇，那个形状美美哦。OK， 所以我们怎样呢？我现在是要做一个模型啦，所以我们先要切，跟着那个先切。OK， 这个是椰子的、啊，有椰奶的、啊。我们等一下再示范做一个没有椰奶的。OK， 水果呢，我要用这个水蜜桃。水蜜桃。水蜜桃呢，我们就是要切成 slice 这样子。OK， 切片。切片。切片的水蜜桃。对。哎呦，好 juicy 哦。OK， 你继续帮我切啊，那个。水蜜桃，水蜜桃，又要摆这个，没有经过工。然后这个呢，我们就 upside down， upside down， OK。然后你这里有那个模具的形状吗？嗯，你就跟着走，跟着放，哦。然后水蜜桃放下去。他切八个，他切八个。再切还不够。OK， 我们一片那个。Jelly， 然后一片那个水果。嗯，然后我们就放下去。对不起，小孩的声音太大声，影响听不清楚。OK， 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了。OK， 不好意思啊。啊，最难搞的就是小孩了。对，而且尤其是很多小孩在一起的时候。OK， 所以我们重新来讲一次啊，我们的这个椰子这个 Jelly 呢，就是跟着线条这样切切片。然后水果也是切片，过后那个 jelly 反着放 ，OK，、嗯、跟着那个线啊反着放。我还有被瞪僵了，原来是这样做的、啊嗯。OK， 美拉，如果我要做很多颜色，应该怎么做呢？你就放颜色，就你分啊，一半一半这样子。明白我意思吗？我这样子听不明白啦，我不知道 Christina Wong 听得明白吗？就是你要看你要，因为我教的这个是两个两个，等一下你先等，我要讲话先。对，就是你的话呢是一层一层倒下去啦，你要做千层的还是你要做我这样子的？哦，就要看，因为假如你是要千层的话呢，你就可以一层一层这样倒，你就做一个透明的 base。然后你就过后就看你要放什么颜色，假如你要放斑斓，你就放斑斓汁下去，然后一个椰浆一个斑斓汁，然后你就倒一层，然后拿去 set 了又再出来再倒一层，好像你在做那个蒸那个龟这样子。哦，明白了，一样的原理、啊、okay， 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倒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像 Vera 这样子，一个 jelly 一个水果，或者是不同的水果这样。OK， 嗯，
OK, how big is this mold? Okay, 大概 6 inch 这样子啦。5 to 6 inch 啊。嗯。OK, 5到6寸。大妹也是瘦了，对。OK。OK, 我们就放在一边，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透明的那个 base。好。现在要做透明的 base 啊。对。就是那个第二个 version 的是吗？对。OK, 我们现在要做第二个 version 的。B 的话呢，一样，跟着 recipe 走。所以我这个呢，因为我是用罐头的嘛。假如你没有的话，你就跟着我这个食谱走。假如你要跟着我的话，也是可以。我用的是这个荔枝水。荔枝水啊，来记。它的糖水，因为它很甜，所以我就用它一点。如果没有跟着你的话呢，那个糖要不要调一下？你就跟着这个。跟这一模一样的哦，跟这上面的啦。对 ，OK。因为我的把荔枝水代替水，来、okay? 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透明的那个 jelly。如果你透明的 jelly 没有放水果，就是那种罐头水果的果汁的话，我们的糖的分量就要用回那个椰奶的那个分的那个糖的分量 ，OK。懂意思吗？应该懂啦。所以你就跟着那个分量啦。啊，哎，假如你要用这个荔枝水也是 OK 的。你荔枝水就是直接一罐的荔枝水啦。我这里不够，所以我再加白开水。OK。所以总共要弄到300就是啊。300 gram 的水啊。对、嗯。你就不用放糖。啊，荔枝水再加上水，变弄到它300 gram。OK。然后我们就开始一样。就直接煮了。三百克就是300克啊，哎，300毫升，300 gram 就是300 ml， OK。一开始我放一点水，所以我要调。那个不是龙眼吗？这个是龙眼啊。龙眼。对，龙眼。荔枝嘞。荔枝比较大粒、啊。荔枝比较贵也是 ，OK。OK。Oh, sorry 啊，是龙眼啊 ，OK。可以用淡奶吗？不要用椰奶。可以。可以啊。没有那个椰奶的香啊。对，可能有些人不喜欢。OK。可以阿嘎粉一茶匙。OK， 我们的阿嘎粉一茶匙。果酱果 jelly 粉，我们是半茶匙。零果冻粉是半茶匙啊。好的。要不要放点水就这样？不用，我的水在里面了。OK， 射均匀之后就倒下去。搅拌跟刚刚的那个做法是一样的啊。Hi 表弟 ，I received the air fryer yesterday. Super fast delivery to Penang. We'll open and check tomorrow. Thank you 表弟 and stuff. 如果你有开箱的话，也可以欢迎把你的 video share 过来啊。我们喜欢看人家开箱的 video。那种感觉啊。对，你拍 video share 过来，我们说不定会 share 出去给大家看你的开箱。对 ，OK。好，来，我们就是这样子搅拌，搅拌，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点那个龙眼，龙眼，啊，龙眼我们就放这，太大力的话你就切半了，留一点去。嗯，哦，这个如果你要有红色的话，你可以放红色的那种啫喱啊，草莓哦，啫喱可以吗？那种啫喱罐头的、啊、那种，那不好吃。哇，这种你放火龙果不是更好？你不如放草莓，草莓，或者是放火龙果。红果会软颜色哎，哦，整个透明变不透明了。嗯，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红色的火龙果。怎么呢？红色火龙果不会比较甜呢？白色比较甜啊。我觉得红色的比较甜呢。最近白色的很甜的。其实有一个医生讲哦，黄色的没黄色的。当有个医生说哦，他因为我有个 agent 他中那个蚊症嘛，蚊症啊，他医生跟他讲哦，吃火龙果，红色的。搅水喝，不是切粒吗？不是火龙果，它会提升那个免疫力啊。不是那个什么？血小板，它会提升它。哦。提升血小板。以形补形，红色就提升红色素。所以它是说它叫很多个这样吃都。那种水果啊，比如说也是红色的。有的时候喝那个西瓜水也是可以。OK， 西瓜水。泡泡了。红色。OK。好，来冒泡了，我们一样就是 OK 了啦，要隔起来，可以放葡萄，对，放葡萄也是可以啊，刚刚都没有想到，红色、紫色葡萄是 OK，
啊，方豆奶可以吗？如果标椰奶的话，也是可以啊。假如你不要用白色底，你可以用果汁也就可以。你可以用 apple juice 哦，那就不是白色底。对，但是你就不要放糖啊，因为 apple juice 有。你放蝶豆花的话，就蓝色底哦。啊，就是这些都是DIY 啦，创意 OK。来，这里呢，这个呢，你就要慢慢倒了，因为你有放料了嘛。嗯。所以你就一层一层这样子倒。你是给，你不要了吗？要给我吗 ？OK， 我们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倒啊，来。Hello， 大家晚上好，分享了，谢谢你们的分享啊。来，刚进来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教你做水果的蛋糕。果冻。对，之前我几个礼拜前都一直听到有果冻蛋糕。对，我听到有一个人一直讲。生日蛋糕。可以教我做生日蛋糕吗？来，我们今天就教你做水果果冻蛋糕了。OK。生日蛋糕放心。这个也可以做生日蛋糕啊，可以啊，只要蛋糕插一个蜡烛就是生日蛋糕。其实等一下先这个你倒进去的时候你要给他你要讲什么？改天如果下周的话，叫你的阿红姑姑很会做那个菜蛋糕啊。啊，改天我叫我的一个妹妹啊做那个。你不如去新加坡。哦，去新加坡找他的时候是咯，应该要进军国际啊。进军国际。来，叔，你要摇一摇。谢谢听会的50个欣赏。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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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什么的时候，你要录他一声。对啊 ，OK。好，来，摇一摇。今天你的工作是这样啊，因为你没有做东西，就工作。叔，你要摇一摇他，因为他你因为你水果放在底下嘛。嗯。叔，你要摇一摇他，我要给他，然后你要看他有没有沾到，没有沾到，你可以move 一 move 啊，每个地方都确保有沾到，不然它会有洞啊。那真的很快就可以完成的一个简单的泡沫的话，你就这样用牙签还是尖尖的东西推掉它就可以了。不要有泡沫啊，尽量。嗯，这样它就会滑啊。O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拿去 set， 也是一样。冰箱的话就半个小时，假如你放freezer 就5分钟到10分钟。OK， 还不用冷吗？冷了。如果你热的东西放去冰橱啊，那冰橱里面的食物很快坏了。对，要冷了再放冰箱。不理了，不理。我讲了他也没有理。OK， 尽量就是东西凉了再放冰箱啊。我们东西太热放冰箱，那个冰箱的温度。对，冰箱的温度会降低，就会导致冰箱容易坏啊。OK， 这样也好了，我们可以换冰箱了。白色。OK， hope to learn more type of agar agar making. OK， 这是做好的。So 一样，你做好的时候，你要给它空气，你就要推一下旁边。哎呦，好亮哦！你说你讲那个戒指还是指甲？哎呦，都很亮。哎，卡完想戴吗？啊？哎，不敢戴。就是要给它空气进去，就比较容易了。完全完全 ignore 我们的那些八卦，很认真的教学。OK， 哎呦，这样子看很漂亮呢。然后你可以，今天有谁生日啊？今天有人生日吗？人家这样大个洞可以放一个很大个的蜡烛。哇，哎，很漂亮哎，很漂亮哎，这个轮胎好美哦，期待看轮胎，我看一下有薄荷叶吗？哇，哎，你不要再加薄荷叶，我觉得够了啦。这个我会惊艳到哎，现在的蛋糕很少有这种接力蛋糕了，现在蛋糕都是。我们小时候啊，整天都被我的接力蛋糕来吃了，嗯，对，还我不是很喜欢吃，对我也是不喜欢吃接力蛋糕。没有，好像没有，我没有在因为这个爸爸没有什么理啊，没有印象，妈妈处理啊。哇哦哇，很漂亮哦，大家都讲很漂亮，是不是有惊艳到啊？我也是有一点惊艳到，这个真的是很漂亮哦。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拿去外面卖啊。配料很美嘛。嗯。蛋糕的。哇，整个，我觉得放 Instagram 已经问很多人问你哪里买的这个蛋糕。哎，那个 Happy Birthday 的那个。在哪里哦？找不到啊！超漂亮的 ，Thank you， 表弟。Last week I received my vacuum cleaner。哇！谢谢小 support 啊。嗯，表弟的 vacuum cleaner 也蛮好用的啊，不用插电的。哎，这里哦。
OK， 他们在炒着蜡烛，中间可以放一些水果哦，也是可以哦。Happy birthday！ 算了啦，算了啦，好漂亮。中间放一堆放荔枝，放没有红色的，别的开了的没有咩？没有咩？不要不要啦，我看中间就放一个盖住吗？不美咩？我不知道，你们决定。里面放一堆钱就好了。啊，放钱，放钱，钱很肮脏嘞。啊，我们那里会嫌它脏。有钱哪里会脏？是哦。Wow, very beautiful. Yes. 好了，一个青色。来，来，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水果酱放在中间。没有青色哎，我看。我觉得不放比较美。不放、啊。就是给它中间空，也算是一种美吗？这样去拍照了，可以拍照了。你看。嗯，你看你中间空也是蛮漂亮的嘛。啊，你们自己 DIY 啊，你们会比我做的比较美。放葡萄，放那个 strawberry 啊。嗯 ，OK， 好，我们就是这样子啦。嗯 ，OK， 远看很像一个很大的糖果。好，来，表弟有东西讲。谢谢表弟好介绍啊，今天我们28月到这个月尾啊。嗯，我们有会附送这一个价值298块，我跟你讲，这是哦，刚刚就是有用那个，对对，因为是 Father Day， 是回馈给我们的一个啊爸爸回馈那里，刚才有人是要找这个那里买，对不对？对，就是这个就是在这里整个配套 Fire 里面的配套，这个是非常，这个是在如果你现在在我们上洋，你只是买这一套啊，298块。单单这一套要298块，对，298块。来，有粉丝问 ，Christina Wong 问 Vera， 下周六是我的生日，可以交不一样的蛋糕吗？下周六，对不起啊，我们没有。我在那个年那里。他们会录啊，他们去 Club Med 啊，我们会去 Club Med， 你享受一下 Club Med 的感觉。我们下一下海滩，改天然后直接跟你讲生日快乐。还有敬你杯酒耶！我们在海滩那边唱生日歌给你听。OK， 这一些东西呢，这个 bottle set 呢，就是在我们的 website 啊，我们的卖的价钱多少？就是298块。来，这一个组啊，这个组合 OK， bottle set， bottle set 啊 ，OK， bottle set。要298块，原价388，哇哦！他现在折扣还要298。这个你就跟啊会会红可以解释一下关于到这八度线的怎样的，他都用到淋漓尽致。你之前用的到有在这里吗？你之前有在这里啊 ？OK， 之前他用的到现在啊，是乱乱的，你看有没有颜色也有脱啊，东西都还好好的，对，颜色都没有脱。对，它是已经用了很久，充满了糖，先糖再调，买了，买了粉啊，水啊，这一套这个套东西呢，如果你们要的话是298块，8块，这个是来送，如果你们要送人最佳，送礼物哦，所以你是单卖这个东西啦，现在298块，没有，现在要买这个，我今天是说啊，这个是从来没有的优惠啊，之前有一个在做配的时候有那个一直叫我要有一些优惠，我来做了，现在是给那。来，父亲节的优惠啦，原来是要讲父亲节的优惠。来，现在父亲节啊，我们的 Air Fryer Oven， 我相信大家用过的都会觉得很好用的这个产品，现在有在跟你送这个 Bottle Set， 就是调酒器套装 ，OK？ 现在只需要1388啊。就送你这个八兔色，买这个是送这个，这个送给爸爸，这个送给妈妈。哦，双亲节，这个是其实我们说，我们的鼓励是说，你学调酒鸡尾酒，所以有时你在家里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啊，你可以做些鸡尾酒啊。你就是主人，你就是明星了，你就是当下。那慧红就叫了很多很多的那调酒的一个影片，你们找他的。OK， 好，来。就是这个啦 ，OK。那我们的那个 code 就是 A1+1。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打上 A1+1 啊。西马运费是免邮，东马100块，新加坡110块的运费 ，OK。OK， 维拉，你可以介绍这个关于它，因为维拉很会用嘛。那它本身就是烘焙师，那么当然他讲到这个Air Fryer， 你可以解释一下关于到这台 Air Fryer 的用法。这个 air fryer 蛮好用啊，说它是有很多功能可以用，说它可以烤蛋糕啦，烤鱼啦，然后还可以做披萨啦，然后它还可以解冻，它还可以dehydrate 烘干水果，然后还有它还可以炸薯条，
就炸鸡肉啊，炸薯条，它还可以有 proof 的 function 可以给你做面包。嗯、它是用空气炸的，对、嗯，所以它是空气炸锅。而且它可以做 yogurt。啊。啊。可以发酵。发酵。嗯。发酵可以做 yogurt。每个它可以 set 的温度。啊。嗯。所以最后发现是它低温是40度。可以到高温220度、嗯、那么我们这一台 A 发热的话就是14个 liter， 那么它是前排杠啊，我们给的马来西亚唯一一台 A 发热啊，拥有12件啊，我们说白杠啊，304白杠的食品记得啊，这个是啊，你看啊，以前弄到肮肮脏脏，我只是用啊白醋啊肥皂粉啊，苏打粉啊，这样热水冲下去的话，正浸泡一个小时，然后洗洗，这样它就清洁了。嗯，啊，这又容易清洗，同样里面也是容易清洗。那么我们这一台拥有12件304白杠、啊、对的配件，食品级的配啊，那个白杠的啊，不锈钢的配件。那么我们拥有300多个视频。再教你怎样用 air fryer 怎样善用 air fryer OK 300多个视频、对，有300多个影片啊，对，就算现在还依旧在不断的更新、对，每一个拜一拜四都是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都会有直播教你，而且你在直播里面也可以提出疑问，对 OK， 关于你的 air fryer oven， 如果万一不会用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对、而且表弟也有几年的 warranty，我们有一年的 warranty， 对，有一年的 warranty、啊、OK， 那么照这个现在我们差不多将有2000套在外面啊，有就2000台在外面，你看我们每次做直播有没有人来说表弟你的 air fryer 啊有什么设备不好，没有，对不对，嗯，啊，这是代表我们的在服务方面我们做得很好，在过去这一年多里面、OK、Hello 我来了 OK, okay. 你也迟了那今天这一套、啊、我们做完了，今天这个是我刚才讲啊，我有一个两个优惠啊，第一个优惠是一个，来，就看这里来。第一个优惠是我们的优惠免油，西马免油。OK， 东马好棒啊，免油。OK， 东马优惠是168块啊。嗯，我们有跟我们这个邮递公司有商量过，他给我们两个月的优惠，就是168，现在是收100块，到7月了，到这个6月30啊，6月底罢了 ，OK。那么新加坡本来是210块的优惠，现在也便宜很多啊，现在新加坡是110块的，买100块的话，同时如果你送了这个马杜线的话，价值298块，我们说啊，价值3880，388当然我们现在有优惠，叫298啊。298的话，换句话说你就省了400块。哦。换句话说如果你这一台的话你只是用900多块。Okay, 你这一个月买这个 Air Fryer Oven 啊，真的是省很多啊，省400多块啊。OK, 之前的 Air Fryer 都没有这种优惠，之前的优惠是送什么手套啦，送那个夹夹啦、OK, 这次送巴图 set, 送极好的东西哦。但是既然巴图 set 送完、我们晶晶我们没有出声吗、就是说。我还记得之前有粉丝讲啊你没有送巴图 set 啊现在来了 ,OK?、现在来了你要买就赶快。因为上次你跟我7月1号你跟我啦说你啊对不起啊。对 ,7 月1号就没有这种优惠了。对。啊说不定会送夹夹。整个是非常非常精美的巴图 set。OK。整个精美。你送给你的如果你没不用的话你送给你的朋友，如果年轻的朋友，对，他们的新家入伙，新家入伙，我送给几个朋友了啊？那送给辉宏每次买，辉宏每次买是送给他朋友了，为什么？因为他用的好用吗？对，他送给朋友，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你会不舍得买，但是你拥有它，你会很开心的。对，其实人家不会特地去买这种东西，可是你送到人家的时候，哇，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很美，很精美。哇，表弟的调酒 set 啊，我很眼嘞，放这白美就也很好看了。对对对，嗯，拜拜啊，拜拜。他叫你要讲拜拜了。喂，今天这个是一个优惠来的啊，这个是真真的啊。对，我们的苏州过后无停踏。如果6月30号过后的时候你没有下单的话 ,7 月1号你要求这个话可能这个是明年的事情了。对。如果有要优惠的话明年。可能都没有这个优惠啊。对。你要这个优惠可能到明年的父亲节才有。所以下个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读没事了。真的不可以。对哦。所以要的就是说你要的时候哎你还没有买了再还考虑要买 A 发业的对。
欢迎打上 A 一加一啊 ，OK， 还是值得你拥有。而且1388的 Air Fryer Oven 其实比市面上的价钱也便宜一点，便宜，我觉得是便宜蛮多，毕竟有送这个8 2 set 啦 ，OK。我可以告诉你，两天前我跟我的 S A 见啊，就是20年前跟我做保险，后来就很少联络吃饭，那么就叫了两个朋友一起吃饭哦。哦，跟表嫂也去聊天的时候，哎，我说，他说，表弟，我买你个 Air Fryer， 但是我不是跟你买的，我是在你还没有卖 Air Fryer 之前，我去在比利时的一个的买的，跟你的 Air Fryer 是一模一样的。哦，他们也是 LOM 一模一样的。表弟，你知道吗？我的傣姑奶也是跟你买一台，但是傣姑奶就是他的老公的姐姐啦，也跟我买一台，一模一样的。但是看到今天他这东西呢全部是固定的，他看到我傣姑娘，哇，真的。然后他说他从中国淘宝买回来1600多块，还不包括什么，还不包括运费，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无人机。对，也就算你中国买回来淘宝买回来东西，你万一坏了很难找人家修。 对，后来我就跟他讲，如果真的坏的话你找我啦。对，我会帮，因为我都有，我们都有。所以其实你买表弟的产品，你不用讲担心啊，坏掉了，不知道哪里可以修啊。其实你直接在直播上跟表弟讲，我的 Air Fryer Oven 坏了，怎样办？直接联络我，就这样嘛。对，你直播里面问我们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有旗舰店，你们什么时候你任何时候你可以上来旗舰店。对，哎，看我们哎要不大熟，你可以直接你把整架机拿过来就可以了。对，拿整架机过来也是可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讲。售后不是你东西坏了才来找。OK， I bought the oven but the door very hard to open。Okay, 你是这样子开吗？对，因为你很少用。等一下，我的女朋友她也是有拿到这个，然后她不知道怎样开，她一直这样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还一直拉这个，所以其实是要拉这个东西啊，不会难开啦。不是，她不是，我不知道，我也是觉得很好笑。Okay, 门难开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少用了变成东西，就是啊，那么你就在这个黑色的这个来看看这里，黑色这里按几下，转几下，给它松一点，松一下就可以了。哦，转一下，那按几下就可以了。哦，因为每一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你没有用它就有，因为新嘛来了，你没有忘放在那边的话，它会锁比较紧啊。那么当然过后的时候你就松了。你一弄松它就没有松了，你就讲我要紧一点啊。OK， 这个台 Air Fryer 真的是值得你拥有，值得你拥有。那么我们拥有它，今天是真的是很特别的。Shipping to Singapore how much？ 110块。110块，可是为什么下面 comment 30块的是讲什么东西？啊，其他新币30块吗？新币30块是吗？没有，而且 Malaysia Ringgit 嘞。有其他的东西。OK， 来，如果你是问气炸烤箱的话啊。气炸烤箱的运费是110块啊，新加坡本来是200亿啊，7月1号就200亿了。嗯，因为我们跟邮递公司有一个合作。你还有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哦。对，你只剩下一个星期时间，你只有5到6天。其实2个月了，因为邮递公司给我们这样的优惠是2个月了。对，之前买的人全部是200亿了。嗯，那这个是我们跟他协商了，变成说，给我们两个5、6月份买的就是这种优惠的价钱、啊，就是这个邮递。7月1号是200亿，上面那个是160块。OK， 好。喂，今天如果我们下单的话，你们可以吗？除新加坡的粉丝们，如果你买的话，第一个你省邮费，第二个我告诉你，这一套东西真是很管理地。对，你们是否知道哦？这个表弟，你的地址可以给我吗 ？Wisma Miramas。Wisma Miramas 店的地址。OK， 或者是你 Google search 表弟。Official， 你会找到他的 website， 也会找到他的地址。拍 screenshot， 表弟 signature 啦 ，sorry，OK，、okay, 来，给大家 screenshot 表弟的地址啊 ，OK，Lot G-1A Level Ground， 再见 ，Wisma Miramas Number One，OK，、okay, 来，3、2、1 ，OK， 好，你打 Wisma Miramas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好 ，OK， 这个就是这八条线，我不是讲啊，这个就是很。我们说这个，我们说一看到就很喜欢的。嗯，这个你拿到的时候，就是像慧宏每次朋友新疆入伙，他什么送很多朋友了，他就是买这个。
还有，如果有什么 lucky draw 啊，我就是买这些。哦，公司的尾牙，如果你要办 lucky draw 啊，这个应该可以办小奖。对，这个是一个很不大奖，就是 A Fire Oven 哦，所以你现在买 A Fire Oven， 你就可以送两个奖了。这个是一个可以公司尾牙的值得大家啊、这个优惠是值得大家，因为今天我不跟大家介绍的话。过了五天后、六天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OK，、我们真的是最后的五天给大家这个优惠啊！我们这里可以烤火干，什么都可以啊！你看我们这个可以很多的一个、一个，我们可以三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懂 Air Fryer Oven 怎么用了啦，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很普遍了 Air Fryer Oven， 所以你如果没有的话，现在表弟这里有卖，而且又有优惠，你。可以赶快就是来下单。还有就是，如果你觉得一台不够用的话，两台其实不错的。对，就是两台很不错。OK， 好。OK， 这个做蛋糕的话不用 pre， 不需要 preheat。OK， 对，它如果就是因为它是 air fryer oven 嘛，很多人会问讲 air fryer oven 跟 oven 有什么差别 ？OK， 其中一个特别的差别就是 oven 需要 preheat。Air fryer oven 根本就不用 preheat 啊，而且它也就是可以直接拿去烤。对，而且这个我做过烧肉，大家也看到我烧肉做得很好啊。那同时这个很，你看可以上下火的。Yeah, if I order through the link, also got the free gift. Yes, yes, yes 啊 yeah, ，OK， 只要你跟 until this month end. OK， 如果你只要跟着表弟的 website， 或者是现在这里的这个 comment。2AE 加 E 啊都会有这些优惠，如果你是 Shopee 找到的那种就应该没有啊。 OK， 好，我们看看在这里啊，我们可以上下火，你看看，我们可以上火下火，你可以 menu 按着去的，你可以上火下火都可以的，你看对吗、上火要下火也可以，两个火都可以，不要火也可以。对、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当然你可以 menu 的 set， 然后你要那个多少度高的，可以到220度啊，那么可以低一哦，低四十度，像这个五十度是四十度在这里 ，OK， 好，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调的，今天到六月三十号啊，今天的价钱是1388，我们除了这个优惠免邮之外，西马、东马优惠也便宜的同时，新加坡便宜优惠的同时，我们还附送因为。我们应节嘛 ，Father Day 啊，就一个送一个八度线 ，OK， 这个八度线是非常，你拿到你就知道它的瓜地了，全部是304白杠的，OK， 好，最后呢，要的你们可以打上 A 一加一啊 ，OK， 我们最后呢还是要什么？等着讲，拜拜 ，OK， 要试吃一下吗？来，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来试吃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 ，OK， 就是我们的果冻水果蛋糕，水果果冻蛋糕，这么搭配，你自己吃啊。哎呦，散掉了。小弟可以是姜吗？嗯，那就刮刮的。你整片给他，自己拿。一样发型的，我怎么可以吃？哇，我就知道他要买。要配水果，没有配水果吃，那个没有什么甜。好吃吗？这个双配倒很好。那个妈咪抱公公不能帮你。公公不能帮你啊。腰断掉了。那天我抱了他，肿上来了。对，表弟直接马上隔天去看医生。那个肉直接肿一块这样。你的关我什么事？拜拜。OK， 来，我们今天的深夜厨房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啊，那我们下个星期一见 ，OK， 拜拜啊。那你从下个拜五拜六没有深夜厨房啊？我们去 Club Med， 但是我们会在 Club Med 那边呢做。哎，不要给他摸麦。我们在 Club Med 那边，然后做一个一些OK, 好，就这样子了，拜拜，拜拜。